序言之一，福音的标题。一章一至十三节可以说是马尔谷福音记载耶稣的故事的序言。在正式讲述主角耶稣的故事之前，先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关他的身份的重要信息。全书的第一句，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是整本福音的标题。在这里，马尔谷清楚指出耶稣两个的重要身份，他是天主子和基督，即是麦西亚。这两个名号在一章一节有关键性的作用，他预备读者去接受下文二至十三节作为整部福音的戏剧性的开端，同埋提醒读者，整本福音就是围绕着天主子耶稣基督这个正确的描述而展开。天主子是耶稣的真正身份，在整本福音里面亦都可以见到他变异的写法，例如爱子、子、至高天主之子、应受赞颂者的儿子等等。耶稣天主子的身份得到天主两次亲自认证，就是在受洗和显圣容的时候。此外，耶稣在驱逐魔鬼的时候，他的天主子身份亦都得到魔鬼的承认。不过在全本福音之内，耶稣的门徒就从来没有真正地宣认过耶稣天主子的身份，亦都没有记录过一些他们真正理解他这个身份的事件。只有一个人，而且他是外邦人，在面对着耶稣在十字架死亡的时候，顷刻之间就认出了耶稣，这人真是天主子。罗马百夫长的宣认正好同一章一节有前后呼应的作用，这个亦都是马尔谷圣使喜欢使用的文学手法之一。基督是中文音译希腊文的 Christos， 希伯来语为 Mashiach， 中文音译麦西亚。在希伯来语入面，麦西亚这个字是指接受了附油礼的人。依照旧约，受附油礼的人有司祭和君王。在新约的时代，犹太人对于麦西亚的期待主要是一位现世的政治人物，只是战士君王，以军事谋略和公义的热忱带领犹太人战胜异族的统治者，建立天主的国，修复选民的土地。一般犹太人的信念是这个人是达味的后裔。在基督徒的圈子，到了马尔谷福音成书的时代，耶稣基督基本上已成为了个人的专有名字。例如在九章四十一节，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在这一句里面，基督就是指耶稣的名。马尔谷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言行都显示了他至高的权威，但是他从来都不自称自己是至高权威者，而且更经常地禁止人宣扬他的身份。例如伯多禄宣认了他是麦西亚之后，耶稣严厉禁止他们不可以向任何人谈及他。这个就是学者所谓的麦西亚的秘密。有学者认为耶稣不愿意公开他麦西亚的身份，是为了避免引起政治冲突，以致招来暴力的革命。因为他有关麦西亚的职责的观点和他同辈的人倾向政治性的不同，耶稣重新解释了麦西亚的职责。麦西亚必须受苦受难，并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死在十字架上面。另一方面，在马尔谷圣使的编排之下，麦西亚的秘密也都解释了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和当时的人不能够在他的死亡和复活之前完全掌握有关他的全部真理。耶稣复活是转捩点，直到复活事件之后，人才能够明白耶稣是哪个，和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讲过耶稣的身份之后，马尔谷就说这本书是有关他的福音。福音原文的意思是指喜讯。在第二伊撒以亚里面，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语，是指被充军者欢欣地重返希翁的喜讯，包括了上主对子民的关爱、宣布和平、救恩和上主的统治、天下万民前来宣扬上主的荣耀等等的讯息。无论在政治或者宗教的领域方面，福音一词都是指一个欢欣喜庆的讯息。既然福音象征喜乐和救恩的信息，那马尔谷以福音概述他所叙述的信息是很彻底的。耶稣基督的福音
这个片语的原文可以指耶稣基督所宣讲的福音，或者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表示了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带来信息的那一位，同时亦都是信仰团体赖以生存的喜讯本身。